不是啊，是春怡。刚才那个。没关系，我用录影的了。我等一下直接用截图的。他们这边的外国人应该是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接触针灸这种治疗，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是你是被扛过的？他可能是里面唯一的中医师吧，还是他的那个，不然就是等级比较高一点的中医师。顺便拍，然后顺便拍他们的那个。拍你的同胞。
选择，然后等等的比较放下。因为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全然的在付出，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情，你从病人身上给你的积累，那个好大好大的能量。他们的关节好像都不好呢哦。对，下面做人的关节都不好。为什么？虽然他不是印度人，不过他们是同一种。你看，那我们是很多那个印度也是很多那个畸形的人。哦。我好吓的。提醒自己，你之所以在这里，做这个工作，绝对不该只是为了钱。